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福建人、广东人都有一个持悲的习惯，初一十五、初二十六，会在门口点一支香。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呢，供养玉皇大帝、诸神；点在下面的，布施给好兄弟、孤魂野鬼。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，每天晚上。至少点一支香，放在树下门口，给那些可怜的众生。你愿意再点一盏灯，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更是庄严。你愿意布施一杯水，又放在旁边，那更是慈悲。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，你心灵改变了，世界也跟着改变了。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，慈悲施食，阿弥陀佛。求回报的放生。公司里人都称呼同事阿元为善人，因为阿元他学佛多年，而且经常放生。他不但自己学佛放生，还经常劝导同事和他一起行善放生。阿元，听说你经常自己花钱买一些鱼虾去河边进行放生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啊，我想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，尽量多解救一些生灵的。举手之劳能够帮助那些小动物的话，那帮一下也无妨。可是你自己花钱买下它们进行放生，可就有些太不值得啊。是啊，阿元，你真的认为放生会得到善报吗？善恶有报，这种事情那可是理所当然的呢。哎呀，阿坤，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甲鱼啊？我刚从菜市场买来的，这可是野生的甲鱼呢，最滋补营养的呢。阿坤，你不会是想将这只甲鱼给吃了吧？我是买给我父亲吃的，他刚做了一次大手术，身体非常虚弱，所以我想用这只甲鱼来给他补补身体，让他病体快点恢复的。阿坤，你这么做不是在帮你父亲，而是在害他呀。如果你真的想让你父亲的身体尽快好起来，那不如将这只甲鱼给放生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花那么多钱买的甲鱼怎么能白白放掉呢？阿坤，你应该这样想，虽然你是出于孝心将这只甲鱼宰杀了给你父亲吃，但这可是杀生啊，杀生的罪业换来的可是可怕的果报，所以我说你这样做其实是在害你父亲的。好了，你不要对我说什么因果报应了，我不相信这些鬼话连篇一堆的，哼。
他这样做不仅害了那只甲鱼，也会害了他父亲的。不行，我要制止他。阿元，算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阿坤这个人倔强的呢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是啊，不过阿坤倒是很孝顺的，我想他只会听他父亲的话吧。对啊，我可以直接去找阿坤的父亲啊。阿坤的父亲大病初愈，身体还很虚弱。当阿元前来拜访的时候，阿坤和父亲在院子里乘凉。大叔，您的气色不错哦。哎，我这大病了一场，哪里还气色不错啊？哎，我这身子骨不行了，谁知道哪天就交给阎王爷了。爸，你说这是什么话呀？你的病啊，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只要补充一下营养，调养一下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是啊，大叔，老天爷给你增的寿还没过完呢，阎王爷不会收你的。哦，你会看相吗？稍微会一点。那你告诉我，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老天爷怎么给我增寿了？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呢。哎，小伙子，别往心里去，我儿子说话就这么直，你快说说老天爷给我增寿的事情。大叔，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救过很多条性命，所以才会得到增寿这样的福报。爸，你真的救过很多性命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？我救过很多条性命吗？我怎么也不记得这件事情呢？按理说这种事情我没理由不记得呀。大叔，我所说的性命不一定指的是人的性命，也可能是其他动物的性命。哦，难道是那件事情？爸，你想起来了，你真的救过很多条性命吗？是啊，那是我十七八岁时候发生的事情。我去伯父家跟着他一起去河里捕鱼。伯父，我们今天抓的鱼可真不少啊。当然了，你知道吗，这个河里的鱼可是非常有名的，很多人都慕名来这里，就为了品尝这河里的鱼呢。我听说这河里的鱼肉又鲜又嫩，非常美味。你说的没错，不过你知道这河里的鱼什么时候最美味吗？好像是它们要产卵的那段日子是最美味的。没错，它们最美味的时候就是这几天，河里的鱼马上就要产卵了，这时候的鱼肉细腻，而且还有一肚子的鱼卵呢，所以这几天鱼的价格可比平时高出好几倍呢。伯父，今天一下子抓了这么多鱼，看来你又要发财了。还好吧，一会儿靠岸了，我抓一条最大的鱼做给你吃，那味道可是非常棒的呢。伯父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这是鱼在撞击船舱的声音。鱼在撞击船舱？你看，我们抓捕的鱼都在这里面。在渔船甲板下的舱里装有水，水里便是那一条条被捕抓来的鱼，这些鱼正拼命地撞击船舱，似乎想撞开一个窟窿逃离这里。他们干嘛要这样做啊？这样下去会撞死的。是啊，他们为了逃离这里回到河中生产，早已经不顾后果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赶到河边才行。要知道死鱼的价格可比活鱼的价格便宜多了。他们真是太可怜了。好了，不要管他们了，我们马上就要靠岸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呢？哎，你可不要拉这个把手啊。伯父，这个把手是做什么的呀？这是打开船舱的把手，只要你拉住它往上一提，装满鱼的船舱就会被打开，我们辛苦一天捕捉的鱼就会游回到河里。好了，到岸了。
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去找人帮忙把船舱里的鱼抓出来。伯父走后，船舱里鱼撞击船舱壁的声音更大了。阿宽的父亲急忙用手捂住耳朵，可是船舱里的鱼像是撞击到他的心里一样，让他坐立不安。啊，这么多鱼，这些鱼真是太伟大了，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生下来活下去，竟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好吧，我来救救你们吧。再见。那一次我放掉了上百条鱼，我想就是因为那次放生才会得到增寿这样的福报吧。放生上百条鱼就能增寿，这也太容易了吧。我看河边放生的人每次都会放生十几条鱼虾，这样一来他们那些人岂不都是长命百岁了？当然不是这样的，阿坤，您父亲当初放生并不求什么回报，而且他也并非只挽救了近百条生命，因为要想增寿那得挽救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性命才能得到这样的果报。上百万条性命？爸，难道你还救过别的什么动物吗？除了那一次，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还救过什么动物了。其实那一次放生的善行已经足够了，要知道那一船的鱼可都是存了一肚子的鱼卵，你们想啊，上百条鱼肚子里的鱼卵会变成多少条小鱼啊？如果当初没有将它们放生，那这些小鱼的性命也会不复存在。所以大叔，您的那一次放生可是大善举啊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阿坤啊，以后你可要记住这一点，多积善德总会得到福报的。嗯，爸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不是还带了一只甲鱼吗？我们可不能吃它，那样的话可是会遭报应的。是啊，打蛇杀龟可是极大的罪业。是啊，所以还是将它带到河边放生了吧。好吧，那就将它放生了吧。嗯。呀，他这是在做什么？他这是在向我们表示感谢呢。我说过嘛，甲鱼可是非常通人性的。其实这世上所有动物都有灵性，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要做的应该是好好保护它们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而伤害它们。嗯，